哎，神武四，来玩就送孙悟空。神武四邀你收看《古董集中集二》。王玉这个老东西，竟然敢拿假话糊弄我！哼，我索性在皇帝面前参他一本，让他抄家灭门。罪臣王玉，抗倭不力，致使临海百姓广遭屠戮，倭寇进犯内陆。民不聊生，百姓怨声载道，今皇上下旨斩立决。王玉，你可服罪？欲加之罪何患如此？你要杀便杀吧。斩！恭喜大人得此世间至宝！这个唐僧可真够歹毒的。话是这么说，没错。不过这个唐臣虽然利用清明上河图搞垮了王家，但他并没有得到雪燕，反倒被雪燕在东方花烛夜刺死。真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那清明上河图呢？原是翻把清明上河图真本抢了过来，放在府中收藏。可他并没有想到的是，王玉的儿子王世贞一直对他怀恨在心，伺机报仇。斩！王世贞因在外游历躲过一劫，但也不得不隐姓埋名。父亲，你被严嵩那奸臣所害，含冤负屈而亡。如今我饮恨而活，是要为你和一家上下报仇，让那严氏父子血债血偿，一命抵命。如此精妙，是何人写的戏文呢？回大人，此人就是无名书生，受雇于我的戏班，他的笔名叫兰陵笑笑生。把他请上来，我要重重赏他。人不见了。什么？你可知他住在何处啊？他住在城外二里沟的破庙里。去二里沟寻他，务必找到他，给我带到府上来。是大人。哎，抬抬！小的吃醋了，小的吃醋了，请大人看放小的一马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你何错之有啊？小的一时糊涂，误将春梦写成戏文，有辱圣贤，望大人看在小的生活窘迫的份上，放小的一马。你是说这戏文是你梦中的境遇？小的吃醋了，小的吃醋了。不必惊慌。本大人叫你来，并不是要责怪于你。大人不责备小的。本官看过你的戏文，十分欣赏你的才华。你的真名叫什么呀？小的寒窗苦读，只为科考功名，但如今为了生活所迫，撰写小说戏文，实在有辱圣贤。望大人看恩，留小的一薄面，不要追问小人之名。哎，别动！金瓶梅，小的不才。这是你写的？
这正是小的今日才编写的传奇《金瓶梅》。来来来来来，先生请起。啊，从此以后，本官保你衣食无忧，你回家以后什么都不要做，只管潜心创造这部传奇。每隔三日，本官派家丁去取。大人待小的恩重如山，小的定尽全力创作《金瓶梅》。王玉之子王世贞，设计接近严世蕃，伺机报仇。小人无能，没用。下去。放。金明，上河图。爹知道了，快去，金明上河图拿来。是何人？小人承蒙侍郎大人器重，有幸与我兄弟相称。侍郎大人待小人恩重如山，小人只想见他最后一面。侍郎大人，贤侄，乖乖请起。我儿能有你这样的兄弟，实属幸事。待贤侄厚当谢谢。是老爷。棺材被拆了，那清明上河图呢？清明上河图不见了，那画卷攥在石凡的手里，取也取不出来，怎么会呢？少爷的胳膊也被带走了。啊！天狠下毒手，你不要跟儿子离开，怎么会是这样？之前谁来过？老爷，只有那个白衣书生靠近过。去给我追回来呀！是。爹，我终于替你报仇了。您生前最珍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绝不能落入奸人之手。爹，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。爹，那白衣书生就是王玉的儿子王世贞，他把清明上河图给偷走了。严世蕃死后没多久，严嵩就在政敌的攻击下倒台了，查
朝廷在查抄严府的时候发现了清明上河图，就直接收入了内府。哎，等会儿，王世贞已经把图偷走了吗？怎么这儿还有一幅啊？严府一共有几幅清明上河图？一幅啊。啊不，王玉献给严世蕃的那幅赝品，再加上严世蕃查抄王家的那幅真品，啊，应该是两幅。白衣书生王世贞偷走一幅，朝廷又抄走一幅，两幅画几乎一模一样，到底哪幅真哪幅假，谁也分不清楚。所以说，明宫纳入内府的，也未必是真品。但是这个故事跟老朝奉的关系在哪儿呢？收入内府的那幅清明上河图，在万历年间被大太监冯保收藏，此后清明交接，他被数次易手，最终流入清朝皇室，被溥仪带去长春，流落民间。这后边的事儿还用我说吗？您的意思是，故宫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是赝品，是被老朝奉故意说成真品的？我可没说这话，但我老师发现的疑点绝对不止这一处。如果这真伪存在疑问的话，那当时参与鉴定的老朝奉势必会被锁定为责任人。你若能从根儿上把老朝奉给挖倒，我这几年受的苦也就值了。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立刻找你算，马上报警，让他们来救你。我回去马上就验证，绝不耽误。我建议先别惊动五脉，那几个老人精各怀心思，你要先跟他们说了，不知道会惹出什么风波。我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一件私事，请你帮忙。有机会。帮饭桶，连两个人都找不着，养你们干嘛使的？行了，人都跑了，现在说这些都是废话。怎么样，让你们办的正事都办好了吗？啊，姚哥，那辆右舵车的车牌号我们已经查到了，注册在一家香港的拍卖公司底下。陈达志的公司，许愿为什么又跟他们在一块儿了？海华，徐老师，徐儿，你没事吧？徐儿，我没事。你怎么样？我停，我再见不着您，我就报警了。那就好。哎，赶紧给我弄点吃的，饿死我。要那面，赶紧上，加点蒜啊。给您驱驱寒，您坐雪儿。累死我了，
又是游泳又是跑步的，整个一铁人三项。我特别后悔让您进那屋子里，您这真要被人堵里面，我罪过就大了。那你别说，幸亏你让我进了那屋子，要不然我就碰不到高人了。啊？你跑了以后，我不就进了那屋了吗？哎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屋里边坐着一个双枪老头。太好了，到时候只要以非法拘禁素姐的名义让警察去查他们，只要素姐肯作证，这程继村伪造文物的事就板上钉钉了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啊，这事儿我来吧。嗯，得嘞，那就交给你了，我得赶紧回北京。这样，我在北京啊有几个学新闻的老同学，我把联系方式给您，关键时刻还是得借助媒体的力量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我的目的只是想抓住老朝奉，我可不想把顾东航的事儿给闹得沸沸扬扬、人尽皆知的。您也别忘了素姐说的，要是没有舆论压力，怎么可能轻易重启对鉴定组人员调查呢？更别提老朝奉了。那行吧，那你掌握分寸啊。哎，你先别着急报警。等我把清明上河图这事儿给查清楚了，你再动手。我想啊，最好是让清明上河图这事儿跟程继村的事儿同时爆发，咱们争取一下把老少峰给连锅端了。星儿，不是我吹捧您啊，您确实太厉害了，又有原则，又有手段，还有一腔不被世俗污染的热血。如果鉴宝界都像您这样，可太好了。您看，咱们遇到事儿，咱们所有的计划，行了，去伪存真本来就是五脉安身立命的根本，那也是我的本分。您这话说的，我想拿这个当新闻标题。哎，对了，您介不介意这篇新闻以您口述的形式发出来呢？啊，那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新闻报道要的就是真实性，您做的是正确的事儿，只有大力宣扬正确的事儿，才能弘扬正气，净化社会风气。就你能说，这样，那麻烦您把在程继村发生的事儿详细的再说一遍。还说呀？按照工厂的进度来看，肯定能够完成任务。做出来的样品我也都已经检查过了。保证没问题。你还有什么没告诉你？别着急啊，老爷子，我正要跟您说呢。我在咱们程继村的工厂里碰到了许愿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记者。我派人查了一下，那个记者是陈达志的人。说下去。自从咱们拒绝跟陈达志合作，他那边一直都没有动静。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记者，跑到咱们的工厂那儿去，肯定是故意暗中捣鬼呀。许愿，他怎么会和陈达志的人在一起？这也是我没想明白的。按说，郑州那条路我已经切断了，许愿绝不可能跑到咱们程记的工厂去。但是那个记者又处心积虑地把他引到那儿去，肯定是合作不成，想反咬我们一口。小宝贝的人，联合许愿来对付我们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呀。总之我会继续查下去的，不过您放心，老爷子，即便是许愿找到了成绩，但是在那里我们做的是工艺品生意。他绝不可能拿到任何对我们不利的证据。即便是用上家生意的幌子，但到底干了些什么，只有你知我知。所以，陈老师那边你也要留意，把叶长吉村这边带上来，我们一起上门。明白了。排好队啊！排好队，哎，不要紧啊。你多保重，注意安全。咱俩保持联系，你等我信儿啊。没问题，那您一路顺利。
爱华，您说。别忘了咱俩的配合。有什么相声告诉我一声啊。我举了。今天店里有事吗？有啊。怎么了？燕燕姐她一直没来过。哎，没事，她就那脾气跟猫似的。我先进去收拾收拾。嗯。小雪，这粉彩瓷可是好东西，属于清末时期珐琅彩的创新种。张教授，这粉彩是吸收了中国绘画的概念吧？是啊，粉彩瓷是在烧好的胎釉上施含生物的粉体，涂上颜料后用笔洗开，由于砷的乳蚀作用，颜色产生粉化效果。粉彩瓷装饰画法吸取了工笔画、写意画等画法中的营养，采取了点染与套色的手法，使所要描绘的对象显得明暗清晰、层次分明。你好好欣赏欣赏。70年代那会儿啊，粉彩瓷还不怎么受到收藏家的重视，这几年随着人们对这类瓷器的认识提高，这粉彩瓷的价格呀也开始不断的升温了。能在您这书房里出现的，那肯定都是好东西啊。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不过是我自己喜欢而已。我看啊，您这屋子里边的可不是瓷器。嗯，那是您的命啊。你说话我最爱听了。来来来，这个事儿啊，别说你了，就连刘一鸣要看也不见得能批准。这么严呢？清明上河图是顶级国宝，严格保管在故宫画库里，除非是有重大的展出活动，否则开库必须得要经过十几道手续和数个部门的审批。那您知不知道这清明上河图移回故宫的时候，参与鉴定的人都有谁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好奇呗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份名单是保密的。保密的？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呀？你听过文集规范图的故事吗？您说说。从前故宫曾经收藏有一幅文集规范图，大家都认为出自南宋四大家之一李唐的手笔。嗯，此画后来流落东北，被国家收上来以后啊，交由郭沫若郭老带头审定。这郭老在画上发现知音思张什么几个字，这张的后面那个字啊模糊不清，
经过郭老仔细校解，认为是语色，于是此画作者被重新认定为金代张宇所画。嗯，那这又怎么了？你知道书画鉴定主观性太强，所以这个结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有许多人坚持认为这是李唐画的，甚至还有人带着一书包的资料专程到北京跟郭老辩论，让郭老不胜其扰，惹出了不少麻烦。所以秦明山河图这个鉴定组的名单就要保密。不会出现具体某位专家的名字，而是以鉴定组集体结论来发布。那如果是五脉的人想看，那也不行吗？那也不好说。拿国务院的这条信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小雪，我虽然迂腐，咱不傻，你真要想研究这个，那书店里的书多了去了，何必要追着问鉴定者的名单呢？邓教授，您别着急啊，我是不想骗您，但是这事儿呢，现在确实还不能跟您说。跟许玉成有关系？我不问了，等时机成熟了你再告诉我。得嘞。其实那份名单也不一定弄不到。没事，陈教授您别勉强，要想知道名单里有谁这个很难。可反过来想，你要是心里有一个人选，想知道在不在名单里，这个相对就容易点啊。嗯，哎，你有人选吗？这个其实没有确定的，但肯定是五脉里边的人。书画鉴定肯定是刘家的事儿，当年他们家有资格进专家组鉴定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就有限的那么几个人，这个你甭管了，我帮你去打听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来，郑教授，我敬您一杯。好。不过，你要看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实物，这我可没办法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这事儿啊，我自个儿想辙，还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您呢。哎，你非得要看实物不可吗？那书店里应该也有高清画册卖吧？嗯，要不去琉璃厂弄一卷原大尺寸的复制品，问题也不大呀。我知道，但这都不清楚啊。其实还有一个法子，你有没有试过找图书馆？图书馆？嗯，您说的是北图还是国图啊？都不是。图书馆啊，他是个人。人？打他你的炮！小姐，麻烦给您打那个人了。图书馆家，您知道在哪儿吗？谁？图书馆，哦，你说侯貔貅啊？图书馆，知道。您找那图书馆的就是侯貔貅，专门倒腾二手书的。哎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人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没见过他弄不到的。图书馆里找不着的资料，你找他，嘿，保你满意。那他家是在？哎，这大门进院就是。哎，得嘞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呀。侯貔貅啊，只进不出。你拿我。哎，该你了吧。
管在吗？在。哎呦，啊，您就是图书馆？有话快说，这忙着呢。您这儿有《清明上河图》吗？您是要书上的，还是海报上，还是谱上的呀？我这好几百种呢。啊，真本。嗯，都咳嗽了吧？您啊，去故宫偷吧。我那意思啊，您这儿有没有跟真本一模一样的仿制品？没有。哎，那我能不能在您这儿看到真本？能啊。您看您这人说话是不是前后矛盾吧？您这不是没真本吗？我怎么看真本呢？握什么手啊？钱。哦，嗨，啊，多少钱？两万。两万？嗯，你不是要看真本吗？我说您怎么不出去抢去呀？啊，漫天要价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吧？有钱呢，您看真本；没钱您走人啊！不要耽误我做生意。太贵了，便宜点。您看啊，您要看真本，就我这有，我也让您看。两万一分都不少。要说你们这些读书人吧，假清高，好像书一沾上钱那就俗啊。钱一分都不能少。我告诉你吧，藏书啊，那是脑子让门给挤了。我也不是说舍不得花这钱。您这也忒狮子大开口了吧？你要看的是什么？《清明上河图》啊。这要搁到国外去得上千万呢，宝贝儿啊。我知道是宝贝，我就看一眼。所以两万吧。那这么着，你先让我看看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我能怎么看，我再看值不值这钱。哎，你要不让我看的话，我可举报你啊！举报去吧，我这都是正路收来的。你看这是什么呀？啊？那人家打包过来。这我管你谁打包过来的？你说我拿这个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淫秽书刊的话，你猜会怎么着？最近可正严打呢。算你狠，跟我来吧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。哎，你这念叨什么呢？检索。哦，你这书还真是不少啊。书有什么稀奇？我告诉你，我之所以这么牛，除了书以外，我还收各种档案。档案，人们对书啊是很尊重啊，可对这个档案是一点都不重视啊。一有动荡啊，满大街丢的都是。慎玄怀牛不牛？留下一批圣档，多贵重啊！现如今呢，星流云散，十不存一呀、啊。我就转手这类东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到我这来呀、啊，进对门了。什么银号的这个账簿啊，赫德的海关档案呐、啊，张学良的电话密码本儿啊，我都能给你挖出来。哎，对了，可就是一样啊，钱一分都不能少。哎，看看，少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你不认字儿啊？这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在文物局的资料被挡啊，里边全是照片啊。又是照片啊。哎，这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照片市面上有的是，不用跑你这儿来啊。照片都不清楚，我要的是能看到细节的。都没说在点上啊，你容我稍稍给你普及一下啊。这个古画它是不能长时间曝光的，
专家鉴定前啊，他要专用的设备对着原物，从各个角度拍好几十张的高清照片儿。哎，应该说他是对着照片完成的工作。哎，不知道哪个白痴啊，把这个当成废物扔出来了。我捡个，两万块钱拿来，这个你拿走。您这两万块钱也确实忒多了点儿，那你可以不看吧。哎，你要是起什么坏心眼子去派出所举报，我立马就把它烧了，烤羊肉串吃。哎，不是，图哥图哥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两万块钱啊，我确实是拿不出来。要不这么着，咱商量商量，两千怎么样？哎，两千我不带走，我在这看完，东西您拿回去行不行？哎，两千块钱，这东西还是您的，这钱等于您白赚呢，是不是？您琢磨琢磨。正好啊，进吧。我。您这服务还挺到位啊！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啊！您呐，就自己个儿在这看啊，耐看多久看多久，我不打扰您。那橘子水是免费的，因为您要是看饿了想吃东西啊，得另加钱。按照素姐所讲，只要对比两幅清明上河图中赌徒的口型，即可辨认出两幅图孰真孰假。赌坊，宋朝汴梁口音里的六是搓口，应该把嘴巴卷成圆形。这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，根本就无法分辨。当年唐晨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，是靠赌徒的口型，真本口型为搓圆，赝品口型为开口。现在故宫版清明上河图是被修复过的，赌徒口型为搓圆。而1951年鉴定时的口型已经损毁不清，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，是不是有点过巧？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故意遮掩些什么。修补之前，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？搓圆还是开口？中国古代有些收藏家呀，喜欢在自己收藏的图画上写些题跋、心得体会什么的，这样后人一看就知道这幅画的大概的传承，就像一个人的履历一样。没错，题跋是这么个看法。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，他亲自题了画名，还嵌了双龙小印。可惜呀，这些绢布已经被倒戈了，很早就看不见了。那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好在呢，其他的题跋都在，一个个数下来，从张仲再到明代的李东阳，再到陆绾、严嵩，一直到溥仪的三个印章，历历在目啊，记录了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啊。台北的故宫里也藏有一幅清明上河图，那是清代画院的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，上边题有翰林画师张择端程进的题跋，仿本尚且如此，真本岂能遗漏啊？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
认为张泽端是作者，字是出自于一个叫张柱的金朝人的提拔，确认是真本的。渊哥说，这种手法是一种循环论证。张柱说张泽端是作者，那这幅画就是真的。因为这句话是真的，所以张柱说的作者就是对的。作者不在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上留名，却等到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来给他说明来历，这不正常啊。素姐说的没错，这两点仅仅是疑点，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故宫收藏的清明上河图是假的，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轩然大波，引起全国媒体关注。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的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暴露出来。路那么远，脸色不要这么难看，山水并不危险，这人心才是狂澜。遇见不早不晚，似乎他总是有点酸，话别说慢，能不能留一点悬念。转来回转，天色好像越来越暗，真假总难辨，乱心中那双明眼，哪怕有去无返，偏方自会有答案。哦，别说了断，能不能留一点纪念。我们在一条船上缘分。